OK， 我现在要出那个捷运西门站。有个没有？OK， 这里是西门町，今天是礼拜天下午，所以这里很热闹。这里是我小时候台湾唯一可以逛街的地方，现在台湾逛街地方很多了。现在西门町啊，较早我细汉时阵，现在是全台湾通闹热的，会使逛街的所在。因为当阵，你懂吗？啊，无捷运啊，所以来说，哎，大部分拢上台北车路行啦，所以。很久没有来这里来看一看，很多人在这边照相。我来照一照，逛一下西门町啊。今天礼拜天人很多。我细汉时阵是台湾唯一逛街的所在，甲即马是大不相同啊，跟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。已经是下午四点多，所以天也快黑了，灯也亮了。它不是有零零？还写个台湾粉行，台湾应该就是台语的台湾呐、啊，所以你要懂台语才听懂看懂它什么意思。这里很多人在排队。观光客来，行李都还没放完，放下去就先来这边逛。人家是卖排队，排队是在买这个珍珠奶茶的。很多人在那照相，我来照一张。这条路我来逛右边这一条路。这什么路我怎都不记得，我以前这边都很熟的，当然以前这边都不是行人初步区了，又改了，因为已经在美国住了三十几年，所以我跟台湾都很不熟。台湾我已经很不熟的一个地方了，因为已经我住美国已经超过我住台湾的时间了。我来看一下什么贵，汉中街了，这是汉中街了。我的名字叫小林，안녕하세요。哦，西门町真的很有得逛啊，它整片都是行人独铺区嘛，难怪很多人爱来逛。它很大片都是行人独铺区，所以我现在行一下倒位。我再来看一下门牌号，门牌。OK， 一样还是汉中街，我现在在汉中街。汉中是在汉水的一个平原啊，所以一般人会把汉中跟关中搞错。
关中是西安地区啊，它是黄河流域。汉中呢是汉水，汉水是流到长江的，所以汉中是属于长江流域的，中间隔一个秦岭啊。哦，在南国路追，以前无遐济人，即摆吼，大拢爱去土城人变追，哦，遮济人。这些看什么表演啊？遐济人。哦，这边在看跳舞的啦，那个手筋舞啊。真的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哎！天哪，这么多人，这么热闹，难怪大家都很爱来。像逛进来这条街叫什么街呢？古城街以前我觉得是最热闹的一条街，现在站在排队是排这个老天路卤味。以前西门町啊武昌街是电影院最多的一条街了，无穷归了。基本上它这里的建筑还是旧式的旧建筑，因为它以前就有了，它没有什么翻新，它觉得蛮哇，这边过去就这边这条什么路啊就有车子，就不要过去了。有车子在跑，我记得我以前到西岭南路就不会再过去，因为那边就比较偏了。一个白糖果，一个黑糖糕。我现在走回去西门町捷运站，因为我必须要去衡阳街那边跟同学在那边聚餐。这个人是在表演，可是在表演他没有在动。
行。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哦，真的有点走不起。你的眼神，我可能是跟你请那个韩国的学生来玩的，韩国来的年轻的旅行团，因为觉得他们在讲韩国话。嗯，路。哦，他们有坐机游览车了，一群韩国学生坐游览车来这边玩。一群韩国学生，那这群继续往前走，他们可能不同团的，一些人没有上游览车。Thank you.